拿是不是？可以帮我拿吗？好啊好啊，可以啊可以啊，我拿呀。可以帮我拿吗？哦，好好好，帮你拿。睡得好吗？昨天没有失眠，昨天睡得非常的好。我昨天差不多一点多就睡了。睡满八个小时？没有睡满八个小时，我今天七点就起来剪片了。剪什么呢？不重要，反正我就剪一个我自己要PO出来的东西。平常什么？平常心对待，对。想要说你得奖之后要去哪里啊？得奖之后吗？得奖之后还没有想这个问题耶。啊，我还没得奖。如果你刚得奖哦，如果我得奖的话，如果得奖哦，去哪里都好咯。得奖的话就应该会蛮爽吧，爽到就是哦，随便要去哪就好，可能跟朋友吃饭啊。你身上有带什么幸运物品？幸运物品。欸，有红内裤，可以看一下吗？看，接到一下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裤子差不多在这里，那裤带在这里，我怎么拉？我拉上去屁股会吃内裤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很严重哎，我这样从后面再把内裤拉出来很麻烦。我不是不愿意，真的。我今天有穿红内裤，而且是刚刚好的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一拉开抽屉，刚好就比较显眼，然后就挑了一个暗示叫你穿的，对。对，我想说，对，就是他的宝贝。身上有带一个金色的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对啊，因为其实今天有配件，然后像是刚刚扫完的同事，观扫完的同事就给我一个这个说，他说星座老师说你带金色的会有幸运，那我想说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幸运物品就带在口袋，谢谢大家。扫完的物品。耶，你看看我是不是有带着？有，没有骗人吧？对不对？祝你得奖。谢谢。